天心都慌得很呢，把城头没见过的那种野菜带到城头来卖，不晓得好不好卖耶。先把摊儿摆好了来，今天卖五脏、春笋，还有芦荷鸡蛋。对，炒肉很好吃，还有就是青草也好吃，可以拿回家试一试，3块钱一把。你知道怎么吃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你说给我听。我就是生吃，知道生吃可以炒肉吃，对，吃起来酸酸的，就像那个酸菜的味道一样。37.6块，算你37，好不好？啊，嗯，我来包，你来包呀。包洗些，洗些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你慢慢选哈，孙子，选好了我给你剥。那个酸汤根3块钱一把。我怎么选冰山？好嘞，好嘞，我给你倒出来。这给我装吗？好，这个袋子给你。37块加两个，三个，40块钱。娘娘，这个这个好，那个2.5块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那价格是哪些？给我噻，那点儿。你拿点儿让我。好嘞，慢着哈，娘娘。酸汤根炒肉很好吃，拿回家把皮剥了。这是酸汤杆，山上的野菜，很好吃的，拿回家炒肉。糟了，问了好多人那个酸汤杆，都没见过，不敢下手哎。换一个位置，这边那个位置好多了。怎么了？那个是酸汤杆，叔叔，那是一种野菜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啥子勤劳的，是那边了？对啊。福林绿色包子。山上的野菜多，可以试一试嘛，你们没吃过哈。煮汤，对，就像酸菜的口感一样。那个野菜它吃的季节性超级的短，只有几天时间，3块钱一把。你看这样子皮轻轻一撕，就吃里面的。看嘛，都很嫩，轻轻切的去了。这样真的很好吃，你可以搞一会儿嘛，炒肉。酸汤杆儿，酸汤杆儿，2.5块，好嫩，那个笋子超级的爽啊！可以搞一盆嘛，也不贵，拿回家搞一会儿。对，可以买一把来搞。炒肉、煮汤，还有就是凉拌。用春红烧粉儿，称一斤哈。好，来。他跟妹儿说的炒肉。对，炒肉。这啥子笋？兰竹笋吗？哎，兰竹笋。哎，好，收到了。那个是一种野菜，不叫笋子。野菜。嗯。没看到过哈。学名叫五脏，然后土话呢就叫酸汤杆儿。炒肉好吃。你要红烧粉吗？哎，我的红烧粉。那里，那里好吗？我看看哈，有好重。我喊你只搞6-5斤来，算50好不好？就用那个袋子装起走嘛。真是超级酸。对，这个野菜季节性超级短，尝一尝山里头的味道嘛。看嘛，那个笋子超级嫩，我的天，啊，对，炒肉吃好吃，好脆。来，师傅，来师傅，你搞一份嘛。我要把它弄。12块钱。看嘛，那笋子嫩得很。2.5块一斤，而且超级新鲜哦。娘娘买那个哈。我的钱好多啊，我问你不问。给你算5.5块嘛。哎，看嘛，一根也不贵，也就几块钱。真的。嗯，那是一种野菜，不是笋子。好，给你算5块钱。剥出来壳壳应该要遭去掉一半。2.5块一斤。来，好，慢走。还给你我去。看嘛，都很嫩，轻轻一切就去了。两根儿看看好多钱嘛？6.3块是不？嗯，剥了吗？
好的，这个哈，你切了。没穿。切了。哎。哎呦，轻轻都切掉了。哦，十一块四，给你算十一块钱，你来看嘛。啊，很好的，好的，收到了，谢谢。二十，对，25个。啊，我不要。放小，我们那个鸡蛋给小朋友吃，放心。那个啥子？那个，慢走哈，姐姐。嗯，那个是野菜，带来的笋子卖空了，还有鸡蛋也卖空了，那两样下架。下架，下架。今天背来的东西还有点多耶，背了两趟才把它背起来，现在都剩下那些酸汤根了。挑战卖新品种的野菜，还是不要轻易的去挑战。这是我卖菜有史以来是最累最累的一天，嘴巴不停的说，不停的解释，不停的解释，口水都说干了。主要是，对，主要是城头的人认不到那个，很多人都不敢买。啥子那个菜？酸汤根儿。野菜娘娘，买一包回去吃嘛。我想啷个吃嘛？嗯，炒肉，好吃。肉吃，这个呢高又不起，就像天然的酸菜一样，吃起来比酸菜还嫩，吃起来比酸菜还嫩。青炒也可以，没有肉不用肉也可以，那个相当于是天然的酸菜一样。就是山里头的啊，都是山。嗯，还看农村的娃儿都认得到。这个好多钱？两块钱。就像那样吃酸的嘛，要炒肉好吃。还可以炒肉啊。对，你拿回家尝试一下。嗯，最后那几把。不会种植吧？不会不会，它的根都是一种药材嘛。剩最后那把五脏不卖了。今天那个野菜卖起来是有点累人嘞，不过生意还是挺好的。收摊了。又到了最开心的时刻，收钱收钱。又到了最开心时刻，今天一共卖了700多块钱。